最近，一位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教授在网上火料，让他火的原因却不是物理，而是风牛马不相及的足球。他叫格维坤，今年75岁了。作为一位研究了一辈子物理学的清华老教授，格老关于中国足球的一段话语出惊人。他说，中国足球的根本问题是文化问题，我们脱离了文化教育，只注重技术培育，这才耽误了几代中国足球人。这段话在网上引发了议论，清华教授、物理学、中国足球，当这几个关键词放到一起，网友们有了各种各样的理解。其实格维坤教授和他的足球理论还真不是随口说两句而已。